脚骨看好无？有啦。仁义会探访李女士，她跟志工分享好消息。七月就要回来，回来跟你一起住了哈。儿子刑期将满，狱中不忘感恩慈济人对母亲的照顾。贺卡，你要不要看呢？好啊。敬祝师兄师姐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。仁义会云林偏乡网诊感动故事多，不只看病，医师鼓励无法行动的马小姐用电脑写作。我们不要一直看游戏，你自己要去创造自己，你可以自己写一本书啊。我们是希望说，他不是只是每天坐在那个轮椅上这样子吼，然后自己能够发挥一些创意。关怀病苦，古坑乡桂林村也是定期网诊路线。村长长期用心协助，与仁义会相互感恩。感谢哈，我们慈济了哈，各位师兄师姐了哈，啊，医疗团队了哈，医院那个义诊了，啊，我们桂林村的哈，感觉讲非常很温暖的哈。车子行经蜿蜒山路，下车之后还要步行，但大家心情愉悦，就像是来拜访老朋友。哦，你姐啊，你姐啊，干那翁爷嘞？翁爷。医师拿出上个月的合照分送给长辈们，现场欢笑声不断，仁义之爱为偏乡带来温暖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、吴苏良、魏庆堂与您报道。